对啊，休假，休假。我想到你下大夜就开心。昨天就是下大夜，好热。对啊，真的，每次都觉得你好辛苦。不会啊，看到你长那个样子。谢谢你，你有你，我们才有这些照片才可以看，真的。你们还可以拍，有些老师不能拍我。我在想，我们家小的孔雀班，他们是不是不太能拍？对啊，所以我有时候去问，不是我不拍，是有时候老师不准我就拍。我觉得他们老师比较严。对啊，就是比较尊重下来。他说这个袋子要留着，好像等一下可以装孩子。哎呦，好可爱！你看，你遮住吗？对，大家都哎没有，我的没有遮住脸。你的没有遮住脸，你看我们的遮叶。对，你的蛮可爱的。对啊，很童趣。哎，我们两个选一样的组合，你看，哎，真的，想说一个毛毛的，对啊，想说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做一些不一样的，对啊。